一只多少钱？800多。你们可以拉，那不是看到种子吗？这是什么品种啊？马犬。马车。马犬。马犬。它会长得很大吗？长得70-80斤。70-80斤。哎，这一只多少钱？760。760。嗯。260卖吗？卖不得呀，760。哪里有请你剪头发？你每次花几十块钱，你看剪的跟什么似的。你看这大姨剪的多好，这剪一下头发多少钱？10元。10元是吧？10块钱。就是那补血，那个给吃的。啊，大便不好。1块钱一颗，5毛钱一颗，能不能卖？不是1块钱。12块，22块，这个30哦，52块是吗？50块了。大家猜一下我现在在哪里哦？一天跑3个省，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还蛮能跑的。这个是沃柑吗？是。一斤多少钱？看这些。这个是砍柴的吧，是吧？打一把要多久？要2个多钟头。这一把多少钱？40块。40块。哎，真的每一把上面都有你的姓是吗？嗯。打这个刀具多少年了？有30、40年，40多年，50年了。从小就学。10多岁就打了，咱们有70多了。你70多了？我71了。看着像60多。这个怎么卖？18块一斤哦。试一下辣度，我们南方人吃不了那种很辣的，我试一下。你自己做的吗？自己做的，甜的很。多少钱？1斤600。一斤六块，大块的拿一块吧。泡水什么都行哈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芦苇啊。好吃吗？啊，你吃球嘛。吃去，我尝一个是吗？啊，你尝一个。哦，这个好香啊。啊，真的好吃。这个怎么卖？20一斤。那再来一块。10块钱。这个怎么卖啊？卖1块钱吧。1块钱一把哦。拿两把。哎呀，拿两把。不用找了，不用找。他不找了是？不用找，没事。那你那年。10块钱多少？一斤哦。一点点。这个度数有点高。度数有点高，有多少度？50多度玉米酒。还可以啊，我拿1斤。大哥，你要打10斤哦。你自己种的吗？啊，自己种的，随便卖的。随便卖的。还可以。你随便选。10块钱两个，没有分本地人、外地人哈。晚上回去喝，闷头喝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来云南赶集？我们现在正大量上市。